TVB 视后唐诗咏7月8日现身香港将军澳某商场出席世界杯打气活动。唐诗咏自曝小的时候很喜欢球类运动，比如打乒乓球啊、羽毛球啊什么的，而且哥哥很喜欢踢足球，所以经常陪他去踢球，平时也会陪爸爸看看足球比赛。是因为爸爸跟哥哥都是男生，他们都喜欢玩这个篮球啊什么的，所以小时候我没有什么芭比，我全都是我的家里面全都是篮球啊、什么球啊、羽毛球啊，那我就是小时候就是跟他们一起去玩哦。另外，看到唐诗咏近日在个人社交账号中则发表了一张亲自下厨做卤水鸡翅、招待好友田蕊妮和黄翠如的照片，三个人吃得那么开心，曲线证明了唐诗咏的厨艺很不错哟。我其实不是太这方面，我是比较满月的，我不是太懂。然后我就是喜欢汤水嘛，汤水这个是比较强悍一点。那我想就是拍完电视剧以后，我也会去上堂去学一点什么菜什么菜，泰国菜。然后我觉得女生嘛，都要懂煮东西的。魔方传媒香港报道。